2022年8月25日晚上11点，我是台湾主持人 哇，这个 Merry Christmas！ 在短路边，你就算冲过去。我靠！我好无聊啊！我要躲啊！我要躲呀！好，快点啊！快到富王啦！ 都是草草，我们不打你。 本期到了，好各位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好，拜拜，好，等一下。
本来现在抽个贴纸，给观众看一下我的硬币。但是我是服了。是一个贴纸就结束了。OK 是 error 了。我这个不错的，挺保护力挺低的。这个我很想要啊，只是以前都抽不到了。OK 啊，那我可以查更多人吧。很好，我们现在开为寒窗哦，宝宝。好，谢谢。字幕，你哥哥看字幕。听到了。
그래. 아, 그럼 下次见哦. 拜拜. 我们来现在抽个贴纸，你刚刚看一下我的运气，但是我是哭了，是一个贴纸就结束了。OK，是Asia，我这个不错的，挺保护力的，对吗？这个我很想要啊，可是以前。